这是你5年前送我的东西，西餐。我们分手吧。再赶一赶吧。 徐灿联系不到我怎么办？我回去了，不用来接我。来我家一趟。看来他没有生气，难道他这次真的想？徐灿，暖暖。 暖暖，这是我们5年之间重要的回忆，我觉得是时候了。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。 有蛋糕就更完美了。老板，我要这个大的。徐灿，徐灿，开门呀！是我。今天我因为工作上的事耽误了一点时间，而且啊，我手机都没电了。这是你5年前送我的东西。徐灿。 我们分手吧。你知道我们恋爱以后在一起，我有多倒霉吗？我真是受够了。你别冲动啊！我今天呢是真的有领导要我加班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你不要怪我。我不想听你解释什么，因为陪你约会，我腿也伤了，工作也丢了。在一起我就没有遇到过一件顺利的事情。今天要不是程程在医院，谁帮我拿东西啊？ 我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了，好不好？你的腿还疼不疼啊？要不，我现在去给你煮肉圆吃啊！等我一下。在一起这5年就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情，是因为你我才这么倒霉。